现在我宣布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。请坐下。下面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志做报告。各位代表，本届政府任期即将结束，现在我代表国务院向大会报告工作，请予审议，并请全国政协委员提出意见。